插手行事都带面具，插头的面具是金色，使用的是金叉。又这一只小猪死在屠夫手下，不知道你的来历。不过，我看得出你是热血汉子，我的血早已冷了。小猪怎么样才能找到屠夫？不怕死，为了要找到屠夫，小猪不得不冒点险。天涯海角在找你，没想到你就躲在这儿。 为什么你没想到？我根本就是插头，我把他当朋友，他也一定把我当朋友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亮叉吧。